哦，110年我得到了那个新北市的那个医疗器材贩卖许可证，然后在12月份有拿到药商贩卖许可证，好，然后我尽量好不好？好，然后再来，我在隔年的6月份，我得到了韩国原厂的授权，好，这个赛特瑞恩的原厂的授权，那得到赛特瑞恩他同意让我在台湾当他的经销代理商，好，我就拿着他给我的整套的技术文件去跟食药署申请这个关于那个快筛的 EUA， 好，那这个过程我也经历了50天，好，50天才通过，好，通过这个 EUA 的核可，好，这个当中里面也有退件补件，好，我并没有所谓的讲特权，好，然后，好，这个过了之后再来，我们在大概9月份才开始办第一次的进口，好，那这当时我办时进口过来的时候，一支成本就已经4.5块钱美金，好，而且还是 FOB 的价格。好，然后再加上运费，再加上种种的，我的进价成本都高于快到150块台币了，我怎么来图利？哦，这个政府的采购案，这个95块，我怎么来图利呀？哦，所以在今年的4月28号，我忽然接到指挥中心，哦，指挥中心的紧急通知说今天要开快筛厂商快筛会议，哦，我就心想说啊，我也不知道到底要发生什么事情，我就约了那个长虹国际的董事长说，你有空的话你就陪我去听听看这个会议是要做什么的，好，啊，来，我们就当天一到，哦，我知道当天到的厂商应该是有11家厂商，哦，11家厂商，哦，然后指挥中心的那个蔡处长他就发了一份问卷，哦，发了一张问卷，哦，就是说请各家厂商，哦，自己填写你可以供货多少，哦，你可以如何供货，如何到货，你还有多少额度，哦，啊，希望供货的价格，那供货的价格包含是从海外运到台湾的运费，哦，包含到清关，哦，啊，包含到送到22个县市政府的卫生局，哦，这些所有费用都含在里面，哦，啊，请我们自由写价格，哦，啊，等到当时，哦，我是没有办法写的，因为我没有得到原厂的同意之前，我不知道我要写什么价格，所以我就是没有交。好，哦，啊，当时我记得没错，11家厂商里面有6家还是7家是当场就交卷的。好，哦，啊，交卷之后，蔡处长才公布说，哦，价格就是95块买。哦，不管你写多少，他还是以95块买。哦，啊，希望厂商，哦，赶快去跟原厂再去协商这个事情。那我们只回答说，那我们可不可以明天再交卷？然后他说可以，就是到明天早上，哦，10点以前交卷。好，哦，那我们就。哦，我就回去，就是跟林董事长，我们就跟韩国原厂方就一直在彻夜在详谈，一直得不到价格的资源。好，哦，啊，到隔天，韩方才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可以供给，哦，供给货有多少额度？我说我目前的额度还有1700万的额度。好，哦，那他说那你就全部给政府，我就会优惠给你一个优惠的价格。好，哦，啊，那个价格就是由林董事长在跟韩方在谈的，我也没有具体去详谈。好，哦，那事情就是所讲，那我们就告诉指挥中心我们可以谈，可是这好多细节都还没有沟通完。好，哦，那指挥中心第二天又在变动的，哦，又在变动的，一下子又要说我们要把交货提成，又要提早了，哦，提早到5月15号就要交货，哦，我们又要再跟韩国原厂又要再协商，啊，这事情就一些细节就一直在反来覆去，哦，那这个事情就到最后我们都还没有谈完，都还没有谈定所谓的。到5月2号，又发了一个紧急的议程，就是又多了一个关于很多采购的一些细节，就是又多了一个1/1000%0.5%的毁损率。好，哦，啊，那个事情就由林董事长在跟韩国正在协商的。好，哦，啊，后面我就没有再去多谈什么。那最后面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决定不标，是因为5月3号一早，我们这事情都还没决定，因为标单都还没有正式拿到我手上，都还不知道所有状况。他就爆出这个社会的事件来了，所以我就在这边，我就觉得说，啊，这造成社会观感不好，那我们就，好，我们就直接没我的后面的林董事长说这样子对社会观感不好，我们一直想帮，可是他这样子他不知道怎么再帮得下去，所以我才会说，那如果你决定这样，因为毕竟出资方的不是我嘛，哦，所以我只能尊重出资方的意见，所以我们只能选择
哦，就是没办法帮，哦，帮指挥中心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你付56亿的这个在市场上，因为另外是您办公室，就原本的高登的这个办公室，现在目前是去的时候好像目前都没有人，那怀疑说是空壳公司，我帮大家找。哦 ，OK， 可以。关于针对这个没有办法供货的问题的话，既然所有资金的原由都是由长虹国际公司来负责的话，那所有的赔偿的问题都是由长虹国际公司会来帮我做这些的后续的负担。好，那关于三重公司，是因为我在这边已经4年的时间了，那我已经要做一个转型，所以刚好碰到这个时间，那是在疫情前我们就在准备要装修了，那就刚好就发生这事，我们还在装修期，因为一直还没找到好的设计师，所以我们只能自己找几个工人先边拆边拆，把东西先移出去。现在是先在我们其他股东的地方在那边办公，好，那等到我们装修好，我们才会再搬回去这样子。但是我真的想请问一下，那算是政府要你做，还是你自己去主动争取的呢？政府先邀请我们去，政府先邀请我们去参加会议，好，然后我们也想帮忙，因为我每天看大家那么多排队，那刚好我还有这个资格，我还有这个额度，哦，因为其实我们在市场上我们还没有在贩售，哦，所以那刚好有，我就把它全部都捐出来做这个事情。那你之前有标过像是卫福部或者其他的案子吗？我们都有去参与竞标，可是因为都是价格不符合，我们就没办法参与。所以跟卫福部和食药署人算是熟，完全我没有认识他们里面的人。那董事长，他因为大家都说小吃店变身成这个生意公司啊，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医疗专业，有这个能力吗？是不是医疗专业？第一个，我们是研发设备，研发设备完之后，我们要走临床、走什么设计的时候，那个是在另外一个层级的事情。哦，我们本身只是做研发这个一块。好，哦，那研发完了要跑临床，要把它变身为医疗器材，那是由食药署来做规定的，是这个意思。那外界认为为什么你可以拥有这个药，所谓就是药证意味，然后又可以抢这个大单，你的回应？药证的话，因为我有原厂的授权，经销商的资格，好，我有拿到原厂的授权，那有原厂的代表，就是我可以合法跟他进货这个渠道。那至于你说标这个单，其实我们不是标，是11家厂商，后来最后只剩10家厂商，是每个人他只要你写的出来，他都跟你买，哦，不是说大家私下去用标的，他是你自由写的，你写多少，他就跟你都全部买多少。我们的状况是这样子来的。所以有发重讯，刚刚是说就是没有跟这个就是您这边签的高登签约，然后也没有做财务担保。长虹，对，刚刚发重讯讲说好像就是没有跟高登这边有任何的签约或者是担保的一个行为，他们刚刚发出的重讯。因为合约就还没开始啊，那个是要等到正式有要开始进行的时候，他才会跟我进行签约动作啊。那这样财务刚你说不算这边是长虹，那就是财务高登吗？都是，因为就好像说他出的钱了，所以我就把我高登的指定账户就印章跟本子就交给长虹来保管的啦。那听起来你是高登是不是变成长虹的人头？也不能说是人头啊，因为我是帮政府的，我们是要帮政府去人民去解决这件事情啊，是因为这个事情我们才会寻求长虹的资金来协助。那长虹有高登的股权吗？没有。为什么会把账户交跟印章交给别人？没有，是因为如果要做这个的标单，如果要做这个的采购，这金额那么大，对长虹他来讲他是没有保障的嘛，所以我们也没有在做其他的业务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钱我交给他，因为钱是都是他出的嘛。那为什么不长虹自己做？一定要？因为他没有清关的资格，所以他没办法自己做啊。因为这就是要符合有 EUA 资格的人才能来做这个事情，就是清关的问题。最高登的公司账户的资金实际上是长虹在应用？没有，平常是没有，是因为这是如果按照你们讲，如果是这个契约有形成的话，我为了给他担保，要保证这个事情，所以我只能给他来使用这个账户。董事长，那想请问一下，就两间公司来讲是有密切的合作关系，但是就您跟林董两个人之间的私交是非常好的？没有啊，我们也是因为透过朋友介绍认识，然后做过几次真正的生意，就这样子而已。那高登去年是进口那个快筛的，对，最近是从韩国那一间公司直接跟他们进口。对。那这个快筛试剂的话，成本到底是多少钱？因为长虹那个有传出说，好像做一支赔1到2块钱。真的赔很。我刚才讲过，我这边有 invoice 我的进价成本，那相当于因为也有因为跟量体有关系嘛。
那量体有关系的话，我们还要继续协商，好，因为就确实我具体真的要买多少钱，我才会跟园长去，要买多少量，我才会去跟园长通问他说他要给我们什么价格，我并不是说哦买一百只有一百只的价格，买一万只有一万只的价格。那董事长就被揭发之后，然后就直接弃标，然后国民党就说您是断尾求生啊，您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吗？如果我断尾求生的话，我今天也不会站在这边说明的嘛。哦，我今天就是出来把话讲清楚，因为既然当下我们决定弃标，我还是要跟韩国也是要做个交代嘛。哦，然后因为时间上有点赶，因为我们当时是要在五月十号要交货的。啊，那这个事情里面细节还很多，我们一直要赶快把这细节，啊，把那个事情已经发生的，我就要去跟韩国先把这个事情做散尾，所以才会拖了这几天一直没有出来正重说明这样子。但帮大家科普一下，水神就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跟病毒作用之后会再还原成水，温和不刺激，也不会伤害肌肤。所以母亲节要到了，还想不到到底要买什么的话，赶快到快点购，记得输入折扣代码 CTI 77，帮你把好康带回家。